人家那会儿这个香味好浓哦，你闻到没有？过去了，大姐。你爬起去啊。带条啊。不带条。大姐，他在哪儿上班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爬着酒大光。今天我买了七斤鸡冠油。你们现在倒吃不？小时候就爱熬油汁儿。今天我还是都爱熬油汁儿。然后把那种裹成那种海椒面啊、花椒面那些，香得很。它不边油在裹儿。这个不是边油，这是鸡冠油，这些边油的时候还不一样。这个是便宜的那种。你吃的这几块？今儿我吃的，你看上去现在我吃了几块？这个有一半的酒头，这些就不要了。哇，弄浪费啊。啊，这边这就可以捡起来了。你就是图偷懒方便不听，信不信我要放这个的。你吃那么大一坨啊？那高头要塞的嘛，都大坨很。准备好了，开干！男女搭配刚好不累。我们下入鸡冠油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可能不会来，我还是会继续的等待。我们炸香了，捞起来。我们来点盐吧。再来辣椒面、花椒面，辣的油汁儿。好香。你会暖？肯定喽。就是不能吃多了，要长胖。这个身材真牛你。你这可以。盐焖黄瓜加第二根，八十。还香嘎嘣脆。我这好久没吃过油灯了，这是小时候吃。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了。啊，人大了也不喜欢吃油灯了。以前是吃油汁是当清的，还有点辣吧？你往下面来的嘛？放了三个，好辣！我多吃点油汁儿，有点嘎嘎。这黄瓜好吃。你煮的多好吃，嗯嘛。我真不知道来一次。吃油汁肉，今天试一下，安逸得很。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见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